勇敢地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地再远，天有多高，任凭我们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有梦你就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开门大吉。叫潘雪，一个九五后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手艺人，擅长是银饰锻造，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经营五年多了。银饰锻造一般都是这些男性在做，但我一个女孩子做的话，力气会比较小，所以很多时候就还是比较难的。变废为宝，制作国潮头饰。这个就是用我们平时喝水用的那个塑料瓶来做的。我什么都捡，在路上我会捡塑料瓶啊。树枝啊，变废为宝。我最擅长的是树皮顶和面塑。我15岁出来，到现在为止是面顶一共是做了21年，面塑做了10年。现在来的是我们家族传统手艺，鲫鱼，每一条的鱼都要用手，不能戴手套。去把这个鱼肚子里的脏东西挤干，夏天要快速的挤，这样的话鱼才不会烂掉，保持新鲜。我的目标就是见小尼，我就要见小尼，小尼小尼，我也要见小尼，家人共处重围了，加油！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这里是追梦人的舞台，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开门大吉的梦想之旅全新启程，现场依然是12扇充满魔力的大门，等待八方勇士前来敲响，拿走属于你们的家庭梦想基金。为了增加难度，为了增加我们的神秘感和未知性，现在我要把12扇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3、2、1，全新的顺序已经敲定。12号门在哪里？11号门在哪里？10号门在哪儿？哇，原来是这样！各位观众，你们记清楚了吗？因为现在门号要消失了。今天的勇士们是满载而归，还是空手而回？各位，加油了！欢迎追梦团团长叮当。今天这八位不得了，俗话说得好，人人都有一双手，这八位那正儿八经都是靠双手打天下。一号小姑娘，你们那边的姑娘都这么穿吗？对啊，我们过年过节时候都这么穿的。就你这一身银饰多少钱？无价之宝，毕竟这可是我的嫁妆。好，每个人一句话啊，来激励一下自己。开门大吉，我能行，苗家小二一定赢。要求手中握，终极大奖咱不放过。手慢心细不着急，今天看我来答题。非遗传承手出新，曲库担当我也行。变废为宝，大奖拿走。小小麦秸做成画，闯到哪关都不怕。左手擀面杖，右手灭作刀，要比猜歌，不服咱们单挑。骂鱼你不行，减肥我不行，猜歌一定行。好嘞，请播放视频。正确答案就是锥子，但是2号为什么答错了呢？因为他讨厌这个，对不对？你的纳鞋底你必须得用锥子啊！好嘞，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上场的第一名究竟是谁，请看吧。潘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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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欢迎你。
满身的银饰啊，从头到脚。是的，我今天还特意带了我们的牛角杯。牛角杯，在我们贵州黔东南啊，为了迎接尊贵的客人，我们给他拦门。但今天我没倒酒，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我希望我不拦你了，你也别拦我了。这个可以倒点，可以倒点，倒点凉白开也行。我太多了。给大伯呢？啊，就是怼到面前，不是我自己行。自己拿起喝，真棒！但是你在我们那边，你估计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因为我们那边敬酒的话，你是不能用手去接我牛角杯的。哦，我一旦用手接了，交嫁给你了吗？哎，我觉得你很能喝呀，就一直灌呀。哦，介绍一下自己吧。好，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的银匠雪儿潘雪，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像我手上的这些手镯，就是我自己做的，真好看。而且我们现在通过了这个直播带货，让大家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把这个银饰给生产出来的。你看他们一说话自带背景音乐，这银铃般的音乐啊。今天你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今天呢，争取拿下我的梦想基金，回去啊把我们的这个飞机地继续扩大。马上开始挑战，选哪扇门？来个牛吧。哎，正好是牛角哈。对对对，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听出来了吗？唱一下。其实懵了，懵了，懵了。这首歌不难啊，刚刚好，一下子就懵了。你我求助吧，要不就求助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因吧。原因重现，你听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晃，不然的话，你会听不见的。原因重现，请听。我始终带着你。歌名叫张韶涵唱的，对，一路的微笑。他刚才都唱出来了，而且他唱的时候，我专门转过来看。张韶涵有什么歌？梦想的翅膀，有风的地方，还有一路的微笑。你倒挺会编。没关系，没关系，都是二次伤害。哎呀啊！给我一个答案吧。就一路的微笑，因为我只听到这个字。一路的微笑。对。好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好好听啊！好好听，听完了以后有答案了吗？
这首歌叫《遗失的美好》。对，真的就是遗失了今天的美好。还有一路的微笑，微笑。谢谢范雅雅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小尼哥，拜拜。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元全部清零。对于苗族来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衣无银不成盛装。所以银饰对他们来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女孩子的家长他们就开始攒了，是吧？是的。像我这一套的话呢，都是我们的妈妈做农活闲下来的时候一针一针的为我们绣好，所以我今天参到这个台上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让我们的这个苗族的盛装走向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苗族的银饰。对，任重道远，好好加油，好吗？好，加油。还是要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谢谢。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中国好水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手好巧啊，我这边有巧手的北京男青年，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内联商手工千层底儿布鞋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这个是正在纳的鞋底，希望你能够出去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纯熟的纳鞋底的工艺。好嘞。好啊，我们来进行第二轮的比试，请准备视频。上场的人会是谁？请看榜。我出来了！金主爸爸，快捡回来！宝宝，你要淡定啊！你这一上场，我们这设备全坏了，全坏了。我们祝白羊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吃呀鱼吧，花花鱼，还有吆喝，还有那油炸的黄焖茄子啊！太牛了，他！小尼老师，你好，我觉得你要把我油炸了，感觉我长得像黄焖鱼吗？不像，还是像个茄子。你知道吗？啊，你说我们那儿啊，好多的小吃老板都非常的喜欢你，我承载着他们想来见你，一块来见你了，知道吗？这一次我也很高兴见到你，甚至有的人都想往我兜里塞好吃，让我给你带过来。那么多人，怎么就你来了呢？我可能比他们美，比他们优秀吧。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黄焖鱼第五代传承人。第五代了，那多少年了？这都100多年了。哦，那你刚才那声吆喝也是比较传统的吆喝。对，这个吆喝声也是传承五代了。那你年龄应该还挺小的吧？应该还挺小的吧？你就已经开始沉淀。我跟你说，吉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多开几扇门。我努力。白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希望把我们家这个小店能再装修一下，能让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尝尝我们开封的美食黄焖鱼。行，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现在还有11扇门呢，你随便选。我选羊。羊。羊，请准备。请按下门铃。好厉害！嗦啦哆哆啦嗦，稳操胜券了。还在这秀自己的音乐功底。你是学音乐的是吧？我以前是音乐教师。哦，你看看。
我因为要传承我们家东西，放弃了我的职业梦想。哇，歌名叫什么？茉莉花。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茉莉花。哇，乐团队。欢迎女子水晶乐坊，你们好，各位好，真好，又好看又好听，谢谢。看到他们，感觉自己放弃了音乐的理想，会不会心里还是有一点不甘？刚开始的会有一些不甘，到最后的喜欢，真的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好棒啊，加油！谢谢女子水晶乐坊，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开门大吉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可以买几张桌子了。那你是不是从小在家就听家里的老人在吆喝黄梅音乐？按理来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觉得听爷爷奶奶到爸爸这儿这已经听够了，这辈子可能都不想听黄梅音乐的吆喝了。但你没有。我觉得我父亲也挺厉害的啊，我就觉得一早他就把这个路就给我想好了。我就在想我回来卖鱼跟这个声乐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才知道有什么原来是吆喝声。哦，是响啊，这声太响了，你要在你们那个小店门口喊着一嗓子，左边卖奶酪的，右边卖糖葫芦，都烦死了，一天烦死了，整个十里八乡都以为我们这儿只卖黄焖鱼，因为只能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要是想听其他的我也会哦。一会儿再开一扇门好不好？好，来吧白羊，选择哪扇门？我要选害猪。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妈妈是这个属相，我希望他们能给我带来运气。好，请准备。没关系，走。请按响门铃，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好紧张，对啊，太重了。如果人生大海，能流浪的大海，能流浪。好厉害呀！好厉害。在哪里听过的歌？好老的 DVD 上，是黄磊老师演的电视剧吗？不是，串了，串了。张杰的。你都会唱？对，会唱，但是歌词记得不熟。求助吧。哦，不行，我需要求助。连线。好吧，那我们就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连线吧，连我。我想求助我姐姐，我觉得她肯定知道。只有一次选择，你选择了求助亲友团，你就没有退路了。明白。求助亲友团。Hello, 你好。Hello， 听得见吗？这是我姐姐。
我爸爸和我妈妈。啊，叔叔阿姨你们好。你好。你听出来没有，姐姐？三生三世，三生三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饶你眼呐，我对不起。张杰唱的，我的天哪，我跑到黄磊老师了，哎呦天哪！伤透了心。我觉得我好失败啊，这么简单的歌我竟然就想不到。哎呦，姐姐相当厉害啊。我姐姐是一个音乐表演舞蹈老师啊，你很难想象她在家的时候抽着锅在那儿炸鱼的景象。所以你们俩姐妹都在店里帮忙啊？对，我姐姐她不忙的时候都会回家，我们四个一起把这个小店撑起来。姐妹俩谁做鱼的技术更好啊？我觉得我姐比我大七岁呢，比你早吃了七年的黄焖鱼是吧？但是别人总说她是妹妹，我是姐姐。就因为我比她多了几十斤肉。好，确定一下答案，叫做三生三世。确定？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太可惜了。曾寅，你好。你好。好帅啊，你也帅。不，你说我们俩帅的表情是不一样的。不，你真的帅。你说我帅，就有一种就是妈妈对儿子说。你也帅，好帅啊。对儿子说。但真的帅，你们俩有不同的帅。他是什么样的帅？他是那种真帅。他是那种比较青春的那种帅，您是稳重的帅。我是年老色衰。年老色衰。您是帅中之帅。于更寅他唱歌唱得也很好啊，真的，你可以听一下。来，那我就唱一首啊。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脸红了，白羊，怎么娇羞起来了？我这么黑夜能看得出来我脸红了。你在唱歌的时候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份自信，因为这也是你曾经的梦想。对，第一次
次12岁的时候登台，台下人好多，我姐姐专门租的衣服，她说我给你打气妹，那是我第一次唱，其实我腿在在那抖，然后我姐姐就在说没事没事妹，你唱我跳，结果唱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的声音就突然就失音了，我就害怕，我就赶紧就收回来，结果还好下面人说哦，再来一曲再来一曲，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我唱的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天赋。我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舞台上唱歌了，再重新唱一次原点的歌曲，我觉得多少钱是买不来的。这不是一丢丢的天赋，这太有天赋了。谢谢老师。真的真的谢谢老师。哎呀，够了，看不下去了。谢谢于更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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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浩老师。干嘛呀？怎么了？态度一下180度转变、啊。好，回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哦，但是我没有求助了，我没有后路了。我们要不要见好就收了？哎呀，要继续前进吗？要。哦。选择哪扇门？希望是一首简单的歌啊、哦。我选择。老鼠。鼠，请准备。哇！对，运气好好呀！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你慢点，我觉得你今天解放天性了。主要是看到你了，小倪老师。完了，今天唱完歌以后回去会不会不想干你的黄梅戏了？不干了，干了干嘛呀？菊花台周杰伦老师的。确定吗？万一错了呢？菊花台。好喜欢你现在的状态，完全放松，真的好可爱、啊、我相信所有你们店里的客人，第一是因为这传统的黄焖鱼，还有一点就是为了你，你现在是店里最重要的门面了。对，那个顾客一来，我爸往那一站，哎，那胖牛去哪儿了？怀孕了，不吃了。够了，希望这扇门你能成功的打开。歌名叫做菊花台，一起期待开门。这嗓门真亮啊。开门大吉！啊！哇！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苍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跳得很好啊。Thank you.
丽君，要欢迎音乐家乐团，你们好。你好，小妮。哇，这样的中西融合，太漂亮了，真的是带来非同凡响的效果和感受啊！好美，好美，好美。而且你们一边在那表演呢，我一边欣赏我们白羊给我们带来的舞蹈。哇，跳得很好啊！身姿还是很婀娜的，非常协调，跟你姐学的吧？对对对，真好听，谢谢谢谢谢谢。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真好。开门大吉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你这舞跳得可以啊。谁说胖子不灵活？相当灵活，真的好看，你来一段吧。哇，芭蕾，好可爱啊。他还得拉一个垫背的。走，有事走。你跟登登真是绝配，我发现。继续前进吗？前进。哇，我要冲。真的太勇敢了，这姑娘啊！我们答错了是要清零的，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的实力有多少？来吧，选哪扇门？马有吗？有，马还在。跳马。确定了？对，马。马到成功。呵，马，请准备。别别别！哇！哦，这也不小啊，八号门，请按响门铃。太有气势了。上牙磕到下牙，什么？明明很爱你，确定吗？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真厉害。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疯癫，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外衣。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欢迎墨菲定律。我们真是冲上来的，有点太快了，选到八号门，导演就在后面通知，好，墨菲定律该你们上场了。没有，甚至不是导演通知，是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演播厅。他说：“明明很爱你，明明很爱你，明明很爱你，爱你，明明很爱你。”
辛苦了，但是这歌唱的还是非常的稳。白羊之前也是弹过琴的是吧？钢琴会一丢丢。会钢琴，会唱歌，会舞蹈，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减肥不会。太逗了。想过减肥吗？想过。你看啊，我们家四口人，我爸早上4点钟起来，我妈每天在后勤挤鱼淘鱼，我姐姐炸鱼挤鱼。你看我要站在前面一边吆喝一边卖鱼，还要全勤。但是他们越来越瘦，我越来越胖。那为什么呢？肉都长我身上了呗。在店门口吆喝的时候，这也是挺费力气的呀。对啊，那你音响得足。反正只要健康就好，好不好？来，谢谢墨菲定律，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要放弃音乐老师的工作？有一天我父亲开玩笑的跟我说，那天是冬天，他说你看我的手戴满了红色的宝石，我一看全部都是我爸爸收拾鱼冻的冻疮。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跟我姐姐，我们两个只想让我的父母能少做一点，我们多做一点。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心疼老爸，你想把这事儿承下来。 对，其实我觉得我爸挺厉害的，是什么？我姐是中戏的，我是河师大的，他如何把我们两个捞回来做鱼的？叔叔，你把俩女儿培养的都这么好了，您怎么忍得下心让他们放弃自己这么好的前途跑回到店里来帮您的忙呢？事情是这样的，你直接给家老板，你有啥事你说了算，你想下班就下班，你不想开会你都不开会，你给人家打工你还得请假，你犯错误领导还得处罚你，但是你愿意说老板，你愿意给人家打工。有道理，爸爸把这事看得很透，再小的店也是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能自己做主，赚的钱都是自己的，将来慢慢把店扩大还能再往下传下去。最重要的还有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开封的老客户们这有黄焖鱼吃，对，尝到真正的黄焖鱼。继续前进吗？继续前进。下面选择哪扇门？好。确定吗？我选鸡。确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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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选猴吧，相信第一直觉。猴，请准备。终极王炸，站稳了，别摔了。你是扶不稳我的，小妮。没事，我尽量扶。12号门，30000，而且你没有求助，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答对了就加30000元，请按响30000。没有求助我，放轻松。刘哥，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嘛呀？怎么感觉你要注意了？没那么严重，放轻松的听，好不好？请按响门铃。最难的就是12了。看音乐老师没事儿。他已经跑偏了。大朋友再见，大朋友再见。你会吗？谁会？噔噔哒噔哒噔哒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听过。你还有时间思考。噔哒噔哒噔。小倪老师，我请你吃黄焖鱼。请我吃黄焖鸡都没用。噔噔哒噔哒噔噔，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歌曲。如果你有求助就好了。我估计他仨也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果然是终极大门，威力可不小。有答案吗？没有。没有任何线索。没有任何线索，一点答案都没有。我已经尽力了。好，尽力了就好，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觉得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飒爽开朗活泼的白羊，经营着祖辈传下来的黄焖鱼店，那我就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呢？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你也好好听一听。好，欢迎张欣欣，你好。大家好。歌名叫做《美梦成真》。美梦成真，好美的名字。爸爸妈妈姐姐，我们要美梦成真，非常棒。爸爸妈妈姐姐，我们要清零了，清零了。没关系，确实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现在一共有47000元，你不心痛我都心痛啊。47000元现在全部清零，只有清零了，我们才能重新出发。美梦是无价的，愿美梦成真。谢谢欣欣，谢谢。好吧，你那个黄焖鱼是不是也要用到酱油啊？对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这里边真的能工巧匠啊，但是不一定谁能出去呢。我们接下来新的一轮比拼再次开始，请播放视频。三个人里边谁是上榜的第一名，请看榜。啊呜，我你紧张了。我好紧张，一紧张酥都掉了。加油。你好小鸡老师。哇，就是那盘点心，我告诉你，我一口一个，我自国炒点心能吃吗？能吃，您可以尝一尝。这个是醒狮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拿，我怕把它破坏掉，就直接这样拿就可以是吧？对对对，它得挨多少刀才能变成这样啊？1000多刀吧，这些挨1000刀。然后这边是中国结，咱们这个兔年兔爷，不舍得吃啊，这个，你看多漂亮啊！啊，我也想吃。不仅好看，更好吃。哇！一会儿我下去要尝一个。这个是酱油，不能吃。东谷一品鲜酱油。一个这么大，一个那么小。你做这种点心有多少年了？我做这个行业是做了21年。我在10年前去学这个面塑啊，对，然后把这个面塑的技艺给它融合到这个素点里边了。哎，我刚好像没有吃出来它具体的味道啊。你可以尝到前面这个黄色这个部分，它特别酥。又一个。
这样的醒狮酥一个要做多长时间？一天。人一天做的，我一口就能吃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武阳？我差点忘了。我的梦想是想出去采风，因为我最近呢也在创作新的书点，想把这个建筑系列给它做成书点。行，看到什么传统的建筑，就把它做成书点。行，这个你交给我，你去开门。好，希望留住。好，马上开始挑战吗？我这个要拿下来吗？你怎么还拿着擀面杖啊？你太吓人了，挠痒痒。这选择哪扇门？选择龙吧。龙，手都冒汗了。请准备。哇哇，还不错。五号门，请按响门铃。曾告诉我爱你，对，他知道。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没有人告诉你那个东西很好吃。什么名儿？你都唱出来了。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有没有人曾告诉你？这是歌名啊，确定吗？我想一下啊，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来啊，说。有没有人告诉你？确定吗？确定。那我开了。开吧，不然我都对不起那个醒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我高中暗恋一个男生的时候都喜欢听这个歌。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太棒了。欢迎刘汉之。先别欢迎了，我也想吃一个那个。没有没有，那个已经打包送走了。我也想吃。因为他长得很精致，长得跟小尼哥一样帅，跟小尼哥一样帅帅帅。行，就冲你这话，让你品尝一下。刚才你们歌手们坐在那儿，是不是都希望自己被抽到？对，我们在那儿就是啊，我想上去，我想吃那个东西。点到我以后，他们说帮他们带一个下去。来，最近吃这个唐三彩，这个芒三猪吧，对，是新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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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新炸的，这个也是，这是一年前做的，这个也是新做的，完了，说漏嘴了，你这样，你把马头掰给我，好吃吗？好吃的说不出来话了，美梦成真了。我想吃，我上去，我要，我不吃，我要脸呢，我尝一个，尝走一个。我在来的时候给您准备了一个您的 Q 版的人偶，这是小妮老师。天哪，老师是噔噔，好像好像。我特意把这个发际线做得特别的明显。
那也是大可不必，本人发际线没有这么高，关键他把我的头发弄得特别浓密，你这样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知道吧？谢谢汉之。好，恭喜武阳，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3000元。开门大吉由中国好水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哎，你哪年的？我是87年。20岁开始学面点，15岁学面点。哦，对，然后学了10年面点，然后又做了10年面塑，加起是20多年。哇，你是在不断的创新。哇，好棒啊！还有呢？哇，好帅！哎呀，真好！哇。怎么舍得吃啊？一生只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你就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的匠人了。继续前进。前进。选择哪扇门？鸡狗虎兔蛇。选择。哇，你猜是几？我希望是在这个888以下的。拖勤准备。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小鼻子变呀变了样，粉刷匠太简单了，这个小的时候上幼儿园是经常唱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哦，欢迎空后蓝天幼儿园的孩子们，你们好。小鸡哥好。你觉得你今天刷墙刷的怎么样？棒，还好。你会刷墙吗？你们家的墙是你刷的吗？不是。不是，你怎么说自己是粉刷匠呢？因为这首歌就叫粉刷匠。奶声奶气的。那你长大想做什么？粉刷匠。想粉刷匠。当军人。哦，为什么？因为想保卫国家。哇，好棒！祝你这话我得送你一个礼物。行，这两个。哇，他们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你挑一个吧，这个吧。这个更好吃，谢谢。这个留给我好不好？可以哈。太猛了！好，谢谢空后蓝天幼儿园的孩子们。小鸡哥哥再见。再见。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继续前进吗？前进，漂亮。选择哪扇门？鸡狗兔蛇。蛇蛇蛇蛇蛇蛇，东北人是吗？蛇，选蛇，蛇在这儿呢。蛇，请准备。OK。6号门，3000元。哇！哇，六六大顺。请按响门铃。将军过来了。对对对。
江山更快乐。唱东边我的美人儿啊，西边黄河流。对对对对，太厉害了！还江山更爱美人儿。确定吗？确定。Cool. 期待开门门大吉，漂亮。道不尽红尘涉猎，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再浮现，好碎断了四海裂，轻叹世间事多变迁。还江山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儿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欢迎维嘉。美女好，美女好，帅哥好，帅哥好。维嘉姐笑得特别灿烂啊，因为你猜歌猜得太通透了。对呀、啊、你是哪一年？我是87年。我看你我以为是00年的。所以我说怎么能够知道这首歌？都知道好吗？不是维嘉姐20多岁，怎么着也是95年的。开心了哈，开心。谢谢维嘉姐给她带来的一份好运。谢谢，祝你有好成绩。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加油。结婚了吗？结婚了，有宝宝了。你给老婆每次情人节纪念日送礼物，是不是也会送你精心制作的面塑啊？对，每一次都会做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小惊喜。妈妈们，又有心意还省钱。我们家现在有小宝宝了，现在4岁了，然后我是带着小孩一起玩这个面塑，然后顺带的就传承过去了。让他感受一下爸爸的梦想。对，好，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好嘞，鸡狗兔选哪个？鸡。鸡，请准备。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开门大吉，央友圈最强猜歌王互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赶紧扫描二维码加入我们吧。这真的没有头绪了，这么简单的歌没有头绪。我求助吧，是真的没有头绪。你再重复一下嘛。我都已经重复出来了。那就求助，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因嘛，原因重现。对，那你一定要仔细听，一定不要像某些选手一样听完了白听。原因重现。唱的，觉得好好爱我吧。我知道这个声音是田震的，这个歌也听过，但是这个前面这个这两句，你试试说出来。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想我。抱紧我，抱紧我。你试试唱一下。我要你想我，我要你爱我。3秒钟的静音。
急死！我要抱着你，我要抱你，再往前呢？我要你抱，我想让你抱。我要你抱，我抱着你，不要。这时候是最难受的。我要抱着你，我要抱你。我感觉我要离开你了，离开你。感觉要离开你了。想，我要抱着你。别老想抱着的事儿了，我想拥抱你。别老想抱我了，他是真的想拥抱你。想，他已经靠近他了。我想你，时间不多了，我想着你。好多遍了。我想着你。靠着你，我靠着你。我靠着你。给我一个答案吧。我要你依靠。这是你的答案，没有别的答案了。我要你依靠，我依靠你。我没有了，我现在我只希望这个东北话能蒙对。你本来不需要蒙的，人都给你唱出来了，你居然没有记住，还不如刚才到后面把你耳朵捂起来。把你耳朵捂起来。一起期待，开门门大吉吉。哎，你想抱他可以抱，你抱之前你得怎么着？靠近。小妮老师都靠你身上了。靠近抱着你。别想抱着的事儿了。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哦，这么带年代感。我犹豫地靠近你，看着我爱的你，好像我真犯了错。你不要这么做，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好好爱我。我会给你，我会给你所有的快乐，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你要好欢迎刘振宇。Hello， 小妮哥。还有明明刚才原音重现里面第一句就是，歌名叫什么？我要抱，我要靠着你，不是我要靠近你，我要靠近你，我还要抱着你。你是那种回家以后第一时间就要抱媳妇儿，你抱我，我要抱你那种吗？我是回家先做饭。哎，他还挺幸福的。歌名叫做靠近我，靠近我，这回是记住了，这回我真记住了。我们在后台一直在研究他那个面点，每一次我都举手，我说我要上。我现在估计吃肯定吃不上了，又是要点心，给我看一眼，看一眼吧。这个难得一见，真的。这个可以给你。真的吗？太馋了，这个回去我不吃了，我要留着它。看来他带这么多是不够的，希望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好运，祝你越来越好。谢谢您，谢谢您，也祝您越来越好。谢谢振宇，谢谢。好吧，好幸福啊！你赶紧去显摆一下，对，别被人抢了啊！小跑，我有醒狮素了。很遗憾，没有答对，所以家庭梦想基金奖吃力的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我真希望大家都能品尝到它的这个醒狮素是真的非常好吃，而且又好看，又融入了很多浓浓的文化的意蕴，中国风。所以武阳未来好好加油。好，谢谢你小妮老师。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来吧，请播放视频。上第一名到底是谁？请看榜。好久
好，你看你这么多粉丝。Hello。超激动的卡住了。您是特别容易把自己的脖子夹住是吗？对。啊，卡了，太激动了。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王平，我呢是一名摄影师，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破烂王。破烂王。因为我经常捡一些瓶子啊、易拉罐啊、树枝之类的，拿回家去做一些佛朝的头饰，还有摆在家里的一些物件，还有吊灯等特别多的一些东西。废物利用啊。对。哦，这些就是啊。对。什么破烂这么精致？最优雅、最美丽的破烂。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这个。哦，哇塞，好精致啊！玉米的那个皮儿，哎，对，非常正确。其实这个头饰原本用的它是一个点翠的一个工艺，那现在是禁止的吗？所以说我就用了一个玉米皮儿，然后代替了这个点翠的工艺。这个大的一个骨架，您猜一下这是用什么做的？哎，这个手感好熟悉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收发快递用的那个泡沫板，这是塑料片，就是我们洗衣液的那个废塑料桶。哦，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那些废旧电线里不是有很多铜丝吗？把它抽出来，然后用一种造花液一秒成膜，做了这些蓝色的花片。哇！还有后边一个这个花，您猜一下这个？这个花啊？对。对，闻一下就能猜到了。我是潍坊的嘛，潍坊的萝卜切成丝儿，晒干了做的。啊！你就说吧，这个材料的成本大概是多少钱？可能不到10块钱吧。但是这个工艺值千金。嗯。这双手值万金。太厉害了。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是想出去找一些比较厉害的人物去学习一下做这个头饰的一些技术，提升一下我的一些技术和技巧，学习基金哈。对，好，最后两扇门了，兔和狗选择哪一扇？兔。狗一定是十一。狗。确定？确定。狗，请准备。十一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什么？哒哒哒滴滴哒哒，这是啥呀？没听出来。有没有线索？没有，完全没有。对，那就求助。哎，对，他有一个求助。哎，对对对，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因重现。原因重现。好，请听。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这大雨落下来。我这个确实挺难的，不知道叫啥。歌名叫听到很多，找不到关键词。就让这大雨落下来。没有答案。对，没有。凉了，凉凉了。挑战失败。请揭晓正确答案。很简单。要怎么去证明？要怎么去冷静？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深爱过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再听一点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不如就这样不讲话，省得让气氛更尴尬。爱过我吗？泪是心疼吗？
欢迎带领岗。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唱？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第一句话就是太可惜了，谢谢带领岗。好，谢谢。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呐，全部清零。谢谢王平，谢谢，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谢谢。现在就剩一个门喽，请播放视频。当遇到挫折的时候。紧举起你的右手，右手代表着希望，它不会为挫折发愁。快快快快快快！请看榜。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好，终于等到你。欢迎你。感觉老师你好。哇，好帅，好帅！我急着想看一看。哎呀，惟妙惟肖。这是小明老师。哇，好帅，好帅哈、哦！你看他多细啊，连我的黑眼圈跟眼袋都给我刻画出来了，谢谢你啊！太好了，我太喜欢了。这叫什么？这是油麦秸秆画，麦秸秆画。对，用我们当地家乡的这个油麦秸秆做出来的，就是废弃的、割完的，都是烧火做饭喂牛羊的。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拾起来，做成了这样的精美的麦秸画。其实这个麦秸画是隋唐时期的宫廷工艺，距现在已经将近1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么大的作品啊，招金出赛。对，长是3米5。高是1米2，里边有19个人物，然后有6匹马，还有1匹大骆驼。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丽丽？2018年4月，我从北京回去，成立了我的麦秸画工作室，所以我想给我的工作室增加一些桌椅板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把我们这门手艺得到更好的一个传承。最后一扇门了，兔，加油吧！请准备。9号门，加油！1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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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你可以求助。没事，你可以求助。你们今天不会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吧？没听出来。没有。没事，我们有求助。好，小宁老师。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没有在歌词里体现这个歌名。关键词忘了。关键字。对，关键字。关键字提醒，我不知道他会提醒哪个字。5个字。哇。星。第二个字是星。星星点灯，5个字。星星又点灯，心灵感应，约会。星星的约会，光芒。约会。星星的浪漫。约会。星星的漫漫。星星的约会。星星的约会。星星的天空。有答案吗？给我一个。星星的夜空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好帅啊！嗨，就是我幸运的男孩，一天一通电话给我，献出爱，让我们画个未来，填充青春每一个空白。 Honey, you know I love you, 如果你也欢喜，不要把爱情藏在心底。 Honey, tell me you love me, 给我你的乐器，不管明天下不下雨。明天夜空会有传奇的事。
蛮帅哥的。永远不分离，帅。好帅，好帅！欢迎田书晨。安妮哥好。歌名叫《星星的什么约会》。哦，所以今天第一句应该就是我幸运的男孩，很抱歉杨丽丽，我没有给你带来幸运。幸运男孩，下一次给别人带来幸运吧。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杨丽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元全部清零，也意味着本场开门大吉，5位选手挑战的12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全部清零了。有时候看实力，有时候更要看运气。我相信如果你报名，你也许能拿得比他们更多。好了，东谷一品鲜酱油送给你。好的，谢谢好不好小宁老师。开门大吉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中国好水凉白开荣获2项国际大奖，扫右上角2维码把中国好水带回家。开门大吉，欢迎电视机前那些感到叹息可惜的朋友们，赶紧报名来开门大吉，你试一试家庭梦想基金，也许就是你的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下期再见。勇敢的开门大吉，虽然是没有得到家庭梦想基金吧，但是我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手艺，我就觉得很满足了。通过这个节目，大家知道了现在还有这个纯手工的坚持做布鞋的人就可以了。好遗憾呀、啊，就是我感觉我应该能猜出一两个吧，结果一个都没有猜出来，但是今天很开心。如果以后还有挑战的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觉得是美梦成真了，就像最后一首歌一样，最重要的是我能在这么大舞台上再一次展现我能唱歌，特别好。